大家说跟小新吵架以后宿醉哭了开直播，真的没有，无语。什么？哎呀，欢迎呱呱。都说没有吵架，没有吵架。啥呀？我说我只是喝醉了，想出来坐一会儿。所以李佳华说了什么呢？就我觉得我们这辈子都会在一起，大家知道吗？最开始是他追的我，但后面是我追的他，就是最开始是他爱我比较多，然后后面我爱他比较多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发展过程，就是两三年以后，就是我们都互相都很爱对方。关于结婚，我们以后要结婚，我们以后要结婚，就早就想跟他结婚了，就我都把赖亚欣当作我的小孩在养。如果再养个小孩，我不知道后面就越来越爱他了。我真的好爱我老婆呀，我老婆也可爱我，我也可爱你们。我老婆给我打电话，喂，爸爸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门口蹲着，我在跟大家聊天。软乎乎的李佳华。我老婆来了，我老婆来了。我老婆来了，我老婆来了。可担心你，我说你啊，我以为你在里面坐着，你在外面感冒呀，我立马赶出来。没有，我不想喝了，我就想蹲在这边，然后干蹲了一会儿，太无聊。感冒呀，在外面。不感冒，我真的燥热全身，我欲火焚身。接下来，好了，家人，家庭，我们家庭，哈哈哈哈哈哈。